大家好，我是木克生。这些人去跑山采蘑菇了，祝他们今天成功。这老爷子卖的这是老头鱼，这个老头鱼卖的是20，还行，都活嘞，你看了吗？这嘴还活着嘞。这边嘎牙子5块，那个也是5块。这些鱼还便宜了，是小白鲢，还有泥鳅。我把他的老头鱼包圆了，因为很多地方的老头鱼卖30多，他卖的还算比较便宜。然后嘎牙子5块钱，我觉得也可以。这些都是星海湖周围湿地里河沟里钓的。现在我们去星海湖也去钓鱼去。来放到放一边，放一那个啥那个椅子下边最好，不会被踢了。王参谋是一点都不会钓鱼，所以我先从湖面绳教起。其实我也不太会钓鱼，算是刚刚会一点吧，入门级的。哎呦，王参谋，你这一把可就丢人了啊，王参谋。哎呦妈呀，你要用他那个弹力啊，用了他的弹力，哎，拽住啊，拽住啊，有弹力啊，对呀、啊，对，不是鱼线，鱼竿有弹力，拽住，用鱼竿的弹力，借助他的弹力，啪就出去了。就地一下子行。啊，好，这个地方已经见底了。哎呦妈呀，这研究生毕业就这水平。你就是学不会了干啥子啊。啊，你看看还可以可以可以啊。这什么鱼不知道。不知道什么鱼。是不是早晨卖那个鱼？不是那个白鲢啊。可以了。你看我们王参谋啊。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，终于钓到一条鱼。这我以前感觉到这个钓鱼啊，哈，是为了这个，就是可能会，就是这个它漂来会动啊，它挂的贼不松了，但其实它那个漂一动啊，就你往上提，啊，对是，是吧？它又不要再跑了。结果你看，我就一提，结果提上来了。好了，他在那里钓鱼，我在这里收拾鱼，还不错，刚学会钓，钓上2条来，然后我把那2条鱼也收拾出来，我们俩就在这个湖边儿。然后把垃圾袋装在我的车上，就是今天的风有点大，不敢离湖太近了。现在起锅烧油，光顾高兴了，也忘切蒜切姜了，就这样子吧。哎呦，姜啊，怎么这个颜色了？哎，都放进去吧，得了。你说的，都放进去，不进去。切了，直接扛去。厦门什么鱼呢？这里边有老头子，老头鱼，鱼，还有我们刚钓了2条小鱼，不知道什么鱼，刚钓2条鱼在这儿了。这是我们王参谋，叫王参谋，王参谋这条鱼，哎，那条鱼呢？好，想做点吃的，就是看见了。哎呀，这料放的好足啊！不错，这个酱香味儿很香啊！好了，现在可以下鱼了。这鱼看着还不少嘞，拿了一锅，够我们2人吃的。好了，盖上盖儿焖。看着，哎呀，看看这个鱼怎么样啊？还有片片。哎呦，我、哎、天！哇。糊两个饼，可以了。挂火。拿那个，碗接。拿碗接着吃。我的天！我就先搞条鱼了，我先搞条那个小鱼吃。来个小鱼。哎。嗯。
咋样？哎，咱钓这条鱼了。那我来找吧，迟早再说。时间有点短，咋了？有点短。湖边有个下地笼的，看看它的收获。河蟹也是水啊。对。它放了三四天的笼子了，就这点收获。啊。嗯，在新海湖边上吃老头鱼，这感觉太爽了。哎呀，太爽了。这是新海湖的老头鱼吗？嗯，对。不是。吃完饭，我们在新海湖边上溜一溜。今天变天了。新凯湖现在是波澜壮阔，但正是这样的景色能让人的心胸变大。老财宝为了给我拍视频，自己踩在坑里去了，把我笑了半天。有人说新凯湖冬季最好玩，但是我感觉现在就不错，没有那些讨厌的蚊虫，景色也美。那么好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再见。